您这个脸色来的，谁说的？哪有这么些讲究啊？谢谢谢谢啊！这个每次演出的时候，都有朋友送花，是啊，有一次还送各种吃的，还有啊，然后我就说，我说海哥别送吃的，嗯，后来就没有再送吃的了哈。真听话。其实我随便客气，没听说过。你别太当真，没送的了，该送也得送，送什么呀？这个几乎每周都有这么几场这种演出。对，这是德云社搞的，这叫中国相声精品节目系列展演。是30个专场，嗯，演了20来个了。哎，差不多了。这周呢，一共是3场。嗯，今天这场呢，这算是基本功作品欣赏。哎，基础活。所有表演的节目都是孩子一学相声就应该接触的，砸基础。这是基本功作品。今天，嗯啊，这周呢还有2天，一个是周六群口相声专场。哎。要是有时间你们得来，这群口相声热闹，对，打群架，一大帮人都跟台上，好玩啊，你们得来。周日也是在这儿，周日是德云社青年队的演员，哦，在这演一出大型的舞台剧，叫唐伯虎点秋香，这也是我们保留剧目，这演了够6年了，这个戏。对啊，今儿排戏的时候我还说这是第6版，可能是。对啊，这是我们青年队的演员侯鹤莲他们唱的。哎，也挺有意思啊，每一个角色有不同的演绎方法。嗯，有时间您来捧，对，来看，是不是？也没有别的手艺，就是会说相声。对，难得各位老少爷们这么支持，那么捧场。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谢谢。刚才我们俩说的那叫五行诗，对，这个五行诗是一个传统节目。嗯。啊，小孩们从小学相声的时候先接触这个，先学这。我小的时候是学评书开的蒙。哦，评书开蒙也是用五行诗开的。哦，也学这个。因为它里边好多动作，但你搁在相声里边，你不能每一句都按评书这么来。哦，啊，不过砸基础用这个，啊，演法也很多，包括词儿也不太一样。哦，有改动啊。你看这个火化指挥散，散步青年汉，汉子睁双眼，眼把佳人看。哦，啊，或者汉子伸双手，手把金莲攥。包括这最后这个土山游湾转回归，归了青青汝罗围，围帐以内佳期会，唤醒佳人喝咖啡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呢？它是不一样的说法，哦，不一样说法。那每个老先生传授也都不一样，喝咖啡的也是啊，这打上海来的老先生，唤醒佳人吃大蒜，谁家半夜煮面？你又开始了，围帐以内佳期会，唤醒佳人吃大蒜，这个。啊，言田者，对的啊。所以说这些传统的节目其实来说非常有意思，关键是演员要重视这个，尊重传统啊，尊重传统，继承老先生这些个技巧，不当回事儿，过过这些逐渐的就失传了，是不是？当然，对演员来说，加强文化修养是应该的。刚才说的这诗词歌赋这些东西都得学，哎，我们应该学。但你要拿我们当大学教授，这做不到。哦，学一点皮毛而已。嗯啊，我们这个岁数就差着了。对，那后台我们的老先生，嗯，啊，当初张文顺先生啊，嗯，张先生当然现在去世了，就是那会儿活着老念的这个。嗯，从小他们上私塾。哎，这个啊，后台有几个老先生，邢文昭先生，嗯，李文山先生，这都70来岁奔80的人了。对，人家老先生一说这个，如数家珍。赶上过私塾啊，什么四书五经啊，三字文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呢，啊，嗯，二龙路大表说。什么哪儿地名啊？这都是我后边续不上了，还有这么，那就不是了。咱们都这个老先生年轻的时候就爱这个，时代在发展，现在人说话都大白话。嗯，倒退些年，你像这70、80岁的人，他们20来岁那会儿说话还直呼者也呢。哦，还有这毛病，还这样。后台老先生念的，有时候他们说的真事都可乐之极。哦，后台两位老先生，嗯嗯，还参加演出的是李文山先生、李先生、邢文昭先生。哦，邢先生、李文山先生呢？是相声前辈王世臣先生的弟子，嗯，啊，也是德云社的元老之一。是，有人喜欢李先生，哦，大老头胖，有特点，说太胖，说话这嗓子挤着往外出声音。是，哎，你干嘛呢？哦，哎，谁呀？就这味儿。李先生好这样。嗯，邢先生呢是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对了，啊，嗯，也说单口相声，也说对儿的。对，啊，上岁数说话有时候慢，这你这老得想着词儿。啊，你别小瞧这老二位，嗯，年轻时候多好学问。哦，都有学问啊。那会儿老先生念的说他们俩事可乐之极，
说什么事儿？好，邢先生那会儿听说李先生搬家了，嗯，上人家看看去吧，串个门去啊，乔迁之喜嘛，温居得瞧瞧去，嗯，去了没去过，啊，这是刚搬的。邢先生看李先生，他没去过，没上家去过，嗯，去吧，头一回，嗯，啊，邢爷比李先生大，哦，长几岁？哎，长点。可是家里边呢，李先生那个媳妇儿啊，嗯，是他的弟妹，对他这么叫，可这弟妹他没见过。哦，都没见过，串回门服服帖帖的，怎么呢？弟妹学问高了，哦，能上人学东西。李太太，哦，到家啪啪一搭门，那会儿都平房，是，你想啊，倒退五十来年，北京哪有多少住楼房的？对，都有街门，啪啪一砸街门，嗯，李太太，李大妈，那会儿年轻啊，小媳妇儿，张嘴说话跟作诗似的，说的什么呀？何人扣我如意板？我头上青丝尚未卷。还没说好头呢，这门啪啪砸门，何人扣我如意板？嘿，就这句话，直金子，多好！头上青丝上过去，没梳好头呢。对对对，邢先生赶紧，那会儿年轻啊，啊，这叫开门！哎，这好嘛，要说年轻就这毛病了啊。这叫开门，哎，李文山朋友哦，上家拜访，您快进来吧，让进来。这是让进来，那会儿小院儿，对呀、啊，新盖的大瓦房，嚯、哦，这房子可。不错呀、啊，捧这房子，李太太乐了。嗨，这都是朋友帮忙，客气。一回头，哟呵，嗯，墙角上有辆自行车。哦，那个年头，趁辆自行车跟有辆汽车一样，哦，不易。好家伙，自行车你们家有？是啊，是仨月工资买的。你瞧瞧，来吧，往里边一走，嗯，那儿出来老太太，哦，身体倍儿健康。嚯，老太太。身体真硬朗，嗯，啊，可不是嘛，这不是孩子们孝顺，嗯，这老太太一月光吃点心得花多少钱吗？孝敬，往屋里走吧，嗯，炕上放小孩，哦，月科的孩子，哟、嗯，孩子真足棒啊，是，小脸蛋呵，鼓上，嗯，孩子真可爱，嗯，啊，是，您夸奖，哈，祖宗积德，对，给老李家留一条根啊，真会说话，您坐着吧，那谁啊，嗯、李文山没在家，哦，出去啊。这个做了半截饭您吃吧，这就得了。嘿，煮面，嗯，这一煮面呢没留神掉出一根来，哟，掉李太太这脚上，嗯，啊，一抬脚本儿，对，面又回去了。好，练杂技呢。可是一回头呢，嗯，邢先生看着了，哦，盯上了，哎呦，很尴尬啊。那倒是，您瞧我们这金钩钓鱼，这好，会说话，哎，开玩笑，啊、这吃的饭，哎呀，我这个。很冒昧，还没问刚才那个老太太是不是？嗯啊，对对对，那是那个高堂老母。嘿，啊、那您就是那还甭说了，嗯、我是你兄弟桃花美人。你看含蓄。回来之后，邢先生就急了，怎么呢？进门把媳妇抓过来，他好踢球。跟您有一个爱好，嗯、干嘛这么打呀？哎呦，你干嘛这是？是、啊、这，哎，说话，你嘴都不利索，你知道吗？谁嘴不利落啊？把这事儿一说，嗯，你就照着学。哦，学这个，准知道过两天李文山得上家串门去，得回礼、啊。哎，你这照着学啊。是，他来了我都不露面。哦，他躲着，找个旮旯，我听你说对不对？好，前面还行。啊，学下来了。就最后高堂老母跟这桃花美人记不住，太难了。买了一块糖，找一小碗搁着。这是高堂老母高堂糖哦，就想起来了，想不起来这看糖，嗯，这桃花美人买大桃啊，桃就代表搁一碗里头，搁门后，嘿，想起桃花美人，看这桃就想起来了，一晃仨月哟，李文山串门来了，嗯，啊，啪啪一砸门，是，哎，在家的没有啊？哎，这好，这说什么呢？这在家的没有哦，家有人吗？哎，行一下，我藏起来了。躲起来，说、啊，行吧，学着嘛，啪啪啪，嗯，谁打我棺材板？嗯，我一脑袋麻将小花卷，什么乱七八糟的？李先生没听明白，那是不明白，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谁也甭叨唠了，这个门，嗯，哎，您快进来吧，快来吧，在、嗯、等您了，哦哦，哎，进来吧，嗯，李先生进来了。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嚯、嗯，这几间房盖的可不赖。要说房子，夸这大瓦房。对，邢太太乐了。哦、这不嘛、嗯，这都是那个
就是拿点心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点心能催房？就吃点心，一月你知吃多少钱吗？哦，听着不像人话。那满布挨着呀。一回头，嗯，哎，有辆自行车，也有车。哎，这你们家也有自行车？是啊，这祖宗缺德留的。我都留自行车啊，留辆车，就是你进来吧，进来吧，赶紧进来吧，赶紧进来啊，往这一坐，那个炕上有一孩子，哟、哦，这孩子真可爱啊，是真可爱，嗯、这不大伙帮忙吗？是啊，这能帮上忙吗？都是大伙帮忙，哎、帮忙、啊，行，你坐着吧，我给你煮面去，赶紧吃，这好，这仨月见天吃面就等你，哎不吃别的了，哎、煮面也不掉，啊，怎么不掉？不掉我也踢，啪踢，拖鞋进去过来，好嘛！李先生都傻了，啊，这干嘛呢？干嘛呢？啊，看我这鲶鱼钻被窝，嗨、哎，啊，满不对了。好，一回头，那屋出一老太太，哎、哦、呦，这老太太，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到、嗯、后面拿那小碗去，哦，里边有糖吗？再提醒。仨月糖都化了。哦，这个老太太呀、啊，是我们家的堂媳。堂媳呀、啊。哦，那您是、啊？我就知道你得问我。你等会儿啊，哎哎、我是这家烂桃。您听说过？这大半夜的了啊，夜深人静了啊，人家有住着远的，人家该回家了。要是没走的，恭喜你们啊！怎么呢？后边开始得说点那个节目了啊。谁说不走了？哎，哦，竟是大姑娘说不走的哈。嗯，难道说你们就住在这儿了吗？早休息。哎，这、哎、嘿、哎，您走了也不像话。不走不走。嗯，您不走我就不走啊。嚯，关键就是怕你们累。嗯，我累。这嗨，相声啊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种形式。嗯，但是说句良心的话，也是最不好干。哦、啊，你这说点太通俗的吧，大伙说了没品位。嚯、哦，你说点太高雅的吧，嗯、观众捋捋行行往外走，不听就很难拿这个当中的尺寸。嗯，看刚才高峰高老板说多好。嗯，托妻献子，不是每一个相声演员都能说得很好。是长篇大论叙述型的节目，能说起来代表演员的能耐，哎，能听起来体现了观众的素质，这是功夫容易。嗯、虽然说有几个观众睡着了，在演出，这嗨。太投入了哦！高峰、于谦，我们仨师兄弟儿。哎，我师父呢是侯耀文先生，是他师父是石富宽先生。对，高峰师父呢是范老师。嗯，范老师是范导爱啊。哇、哦，跳门了！哎，翻译过来呢叫范振玉啊，还翻译什么呀？三位先生呢都去世了、嗯、啊，我师父活着呢啊。好，您说死一个，不差这三两天。对，这就活三两天是吗？哎，这个希望我们的相声界的前辈们多活些年。嗯，也希望咱们的友谊长存。对，我们仨人在曲艺团学员班那会儿一个班。嗯，高老师、于老师，连我们仨同班同学。对了，这个比我大五岁，我们竟然同班啊、嗯！您的意思，我蹲了五年班？没有啊，是我强烈要求把于老师请到我们班。就那么喜欢我，这样吃中午饭能有点稀的啊！还惦记那事儿呢，是怎么？所以说看我们的演出啊，嗯，你千万不要中途走，哦、而且你也不要来得太晚，嗯，否则的话，好多节目你对不上号，人家都乐，你还纳闷怎么回事啊、嗯？您不知道午饭吃什么？对呀、啊，谁说？可爱跟谦哥在一块儿说呢，尤其这种特别有品的节目，我爱跟就有品了。我们仨打小特别好，嗯，坐在后台我就感慨啊，上岁数了，啊，这是小的时候高峰就这样，嗯，大高个瘦的跟个甘蔗似的，啊，个像电杆子啊。于老师跟小时候不是一个人，变化大，这几十年的光景，于老师大变样，嗯、你才大变样呢，长得大变样，哎，嘿，这。太难听了，这话说的，这是书面语言。我谁让您说书面语言了？你看写这俗话，那么大变样就完了吗？对，大变样。从您嘴里说出来，怎么听都不好听。我救不了你了、啊。
别说了，小时候他又矬又胖，那倒是小矮胖子。人家打小那当然，人家吃的是什么是吧？你不是也吃的那个吗？你回家还能吃，我们就上学一顿还嫌少啊，是怎么着？行了，别老师他们拿饭盒拿瓶子挤。哎呀，打小又矮又胖，嗯，我管他叫地雷，啊，就那样。管老高叫电杆子，都是外号。我们仨交情最好，嗯，课间休息了，走撒尿去，这也去。小孩们谁跟谁好，嗯，上厕所就看得出来，是吗？有交情一块去，啊，搭个伴儿。不跟你去，那是不跟你玩。哦，撒尿去，高峰，走。啊，准确，去。于谦撒尿去，也去吗？没有。啊，嗨，你再控控啊，控控。这叫什么词儿啊？必须得去，不去给你打尿裤啊！走，嗨，仨人上厕所，我准得站当间儿。你孩子头啊，这边站着高峰啊，大高个儿，嗯，这边站着小矬胖子于谦，啊，就我们仨，我就爱开玩笑，怎么开呀、啊？哎，这尿着半截儿了，嗯，奔高峰这儿，高峰，嚯了，愣转身儿，弄人一裤子，那还不是于谦，要这边来了，尿一脸，哎，我也太矮了吧，我这个。而且这人特别随和啊！你喊还答应啊！哎呦呵，我这说没尿是到那儿喝尿去了。我为什么他说话那么甜呢？啊，糖尿病的是吗？一晃那么些年了 啊，特别感慨。哎呀，其实小的时候他跟高峰在一块玩的时间更多一些。哎，对啊，跟我在一块少，他们俩人交情更好，这打小一块儿，他是邻居，因为小的时候他是在天津大港出生的，对对对，哎，跟高峰他们家离得都近，嗯，家门口都是好朋友，是，俩人关系也好，打那儿就认识。那会儿他是孩子头，哎，那我带着他们玩，我是队长，你瞧瞧，也不谁封他一队长，小孩嘛，高峰也可乐啊，我是副队长，你瞧他自个儿封，每天队长带着副队长，俩人玩的可开心了，就俩孩子呀。那么还队长副队长的干嘛呀？这俩人最投脾气啊！可是您说那会儿有什么玩的呀？没有吗？对不对？逮劈柴啊，北京那叫逮台啊。嗯，拍洋画，对，扇洋画，是不是？嗯，还拿罐头瓶上河边憋鱼去。对对对对，推铁环，滚铁环，得35往上的，我觉得可能玩过这个哈。哦，一个大铁环，对，拿着推，哎呦，我打小就不爱玩这个。不好吗？这玩意好累得跟孙子似的，怎么个没法、啊？哎，这叫什么话呀、啊？谦儿是最喜欢这个啊！哟，打架出来，啊啊啊！一推，倍儿开心。哦，他父亲上廊房把他接回来。好家伙，我从这儿推廊房去了，我就好这个嘛。干点什么不好啊？不好玩，我老觉着啊，我也不爱跟他们凑。哦，他跟高峰俩人玩的最开心。啊，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像这月份逢年过节，嗯，这俩人都不着家了，干嘛呀？天天跟外边玩。哦，放炮。哎，过节嘛，可不是放点炮吗？当然，现在控制放炮。嗯，我们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炮。是，买一个100头的，也买不了多，可舍不得噼里啪啦点了。嗯，拆散了搁兜里，还一个一个点根香，点着了，啪，啊，不是开心。对，也就这个。他们俩那会儿家里生活条件都不好，买不起炮啊，怎么办呢？嗯，就得捡人家放完之后没响的那个。对，这捡炮点啪。是，有的点完了就没有信子，那鸟没了，当间撅开了，嗯，点呲花，对对对，童年的乐趣也玩啊，就看着谁就有钱，挑出一挂鞭来，嗯，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哦，谦儿赶紧过去，嗯，哎，这都炸烂了，嗯，哎，还真有一个炮没响，我都趴上去了，就救出一个炮上来。代价太大了吧？这个炸烂了就一个啊！这一个炮是我的啊，那是我的，是我的，嗯，我的炮。对，这个高峰，嗯，报告队长，怎么着？给我吧。哎，这凭什么呀？你痴心妄想。对了，我都炸烂了，抢出一个来。哎，我付出了。对呀、啊，嗯，凭什么给你啊？是，但是你是我的副队长，那怎么办？你可以分享我的快乐。怎么？这个炮点着了一响，别人不能听，只能咱俩人听。这还怎么拦着人家？找一个呀、啊、安静没有别人的地方。哦，上哪儿放去呢？嗯，公共厕所。哎，对，那地方没人，淘气，那年头孩子都这样。是，走啊，奔那边公共厕所。那边有啊。谦儿跑得快呀、啊、那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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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公共厕所。是，我好这口啊，是怎么着？
我在外边喘匀似的，再进去不行吗？一会儿的功夫啊，高峰进来了。嗯啊。他喜欢大口的，啊、俩人站这儿啊，40分钟，好，厕所都没味儿了吧？俩人脸都黑了，好家伙，都中毒了。报告队长，干嘛？放吧。哎，对，早就该放了。我眼前直冒金星儿。哎，好，好，副队长，怎么着？请准备，准备怎么准备？在哪儿放呢？啊，得扔坑里边，还得扔坑里啊，扔到坑里边。哦，等会儿干嘛呀？找一个多的。哎呀呵，这小孩的没脏没净，有吗？这个多，怎么呢？哇啊，这还有虾仁呢。哎呀呵，别细看了，那没消化的呢，你这玩意儿。怎么着？扔吧。哎呦，您听这声啊！你看于谦啊，哭了啊！别往脸上抹呀，这儿刚抹完，往脸上抹呀，弄我一身，那可不是吗？身上都是满了。高峰看着他，嗯。你这还算不错呢。怎么呢？我还吃一虾仁呢。嚯，后来啊、嗯、这个、哎、行了行了，别后来了，太恶心了。当然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好、哦、又送花来了啊。嘿，好，谢谢两位吧。来，谢谢啊。这个不落人了啊。嗯，来就来，买这么多菊花，你看、嗯、你就认识菊花是怎么、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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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大伙啊、嗯、就到这会儿了，这个状态了、嗯、大半夜的了啊、嗯、你要说成本正套的来这儿40-50分钟一个的特别认真的、嗯、啊，这谁说的可以？你说的吧、哎、保安，哎哎，妈轰出去了，这好处理这都啊、哎，所以说力争让大伙儿开心一点，就尽量说一点后台的真事儿、嗯、刚才那是真事儿 啊, 啊，您别胡说八道了。爱说于老师的真事儿，嗯，这有真真假假，那全是假的。你看啊，爱放炮不是真的吗？那是。推铁环不是真的吗？小时候为什么您身体好啊？怎么呢？就是因为好锻炼好活动。对，打小就喜欢，早晨4点起来到健身房拉皮条。哦，你先等一会儿吧，你先。哎，我早上4点去拉皮条去。是的，晚点了吧？应该是头天晚上8-9点多好。有意思吗你啊？什么有意思吗？那不叫拉皮条，那叫拉背气啊！我拉背气啊？对，我说的不是那个，要是那个拉皮条，你在家就能干了。哎，对，就别提那个皮条胡同拉去。哎，好，这拉这个拉背气，4点到5点。1小时，早晨5点这算完事儿了。哦，打这儿出来顺北京3环跑一圈，嚯、哦！到家就得早晨8点，那是得不容易啊。嗯，有的时候跑着跑着又下雨了，那怎么办？今天就算吹了，不跑了，就得今儿休息了啊。这刚出来5:20，又下雨了，哎呦，往家跑，回去了。哎，到家门口啊，他小区里边也跑出一人来，啊、也有锻炼的，一男的，嗯，一丝不挂，光着。跑出一男一丝不挂啊！于老愣了，嗯，哟，瞧见了，于老站住了，嗯，于老师定眼儿一看，嗯，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你这人，你这咱们别说，哎，什么一看您呢？定眼儿一看，那叫定睛一看，知道吗？我说的没错啊，这不这差远了。于老师拿着顶呢啊、哦！看对方定眼一看，嗨，就是定睛一看，对方一丝不挂，于、嗯、老师愣了，嗯，人家嗨，有什么可乐的？人家看看他，啊，看什么看？真是，谁让你回来那么早的啊？哎，你等会儿，
你说清楚，这位打我们家跑出来的是怎么着？啊，堵我去了，行吗？哎，这嗨，老跟着掺和锻炼。这一回来八点吃早饭啊，吃完早饭和对门有一个下围棋的大师哦，两个人对弈啊。我好这个，不要小看黑白子儿不容易，动脑子呀，想出三到五步去才能落一个子呢。这高手嘛，这点着香炉焚着香，多高雅。背景音乐一定是古筝啊，就这雅，噔，就这声，噔噔隆滴噔，噔隆滴个隆滴咚，噔。我坐猪圈下棋呢，是吧？噔噔噔噔滴。行了，行了，行了。我坐的猪圈下棋呢，是怎么的？啊，我也不懂，反正是啊，不懂就别瞎谈。音乐，俩人对脸坐着。啊，谦儿坐这边，大师坐着那边。对弈吗？谦儿拿着子儿。啊。啪。军长。军旗呀。哎，还什么乱七八糟的？军长，你看大师啊，哎，哎呦，他改跳棋了。将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挨着这都，谦儿都傻了啊呀啊！我都有听了，嗨，哎呀，这俩不知道怎么坐一块儿的，俩字行了行。就别添彩了，行不行啊？不知道对方会打出哪一道棋来。哎，这是棋吗？这样能玩一辈子。对，谁也摸不透对方到底是什么患者。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钟头，啊，一个钟头，这儿赶紧换衣裳。这还能玩一个钟头呢？拿着台球杆啊，于老师打台球去。啊，这也行，扛自个儿这杆，绅士运动。嗯，取经去了，我这。一进台球厅都等着呢啊！欢迎，干嘛来了？啊，台球界的杜蕾斯来了啊！您这叫胡说八道了啊！怎么呢？别瞎说啊！台球界的那叫戴维斯，我说的是，您说杜蕾斯有什么区别？啊，一个进得去球，一个进不去球，知道吗？别胡说八道，我都崇拜你了，你知道的太多了，别细说了你。判唱跨球，怎么了？这是灯就碎了。好家伙，我往上打。哎，这完事上对门啊啊！篮球馆打篮球，有人等你呢。谁呀？大高个篮球队，这名字最矮的1米94，那么高。哎，于老师带人推底下，唰唰唰唰唰唰，我啊，给这帮大高个累的。喂，这打地鼠呢是怎么着？干嘛还踩上了？这是啊，于老主要技术就是钻裆啊！哎，这我也太矮了，闪闪腾挪啊！那不挪踩上了，那是猝不及防，电不灵腰，蹭！干嘛？一口就咬在磕膝盖上！哎呦呵，我还往起蹦呢！跟他打一场球的人啊，啊，裤衩都是碎的！哎呀，也有蹦得高的时候，多危险呐！哎，打完球了，吃午饭，啊，吃完午饭游泳。哎，水上的项目了。这家人最好水上运动，是打的祖父啊，祖父水上运动这份儿的，他好喜欢那叫帆船，对，帆船带潜水是，都帆船干嘛还潜水啊？先帆船，然后再潜水，五天以后捞上来啊，栩栩如生，哎，淹死了。那就是淹死了那个。现在他们家游的最好的啊，他媳妇儿啊，他行，专业的呀，对，国家跳河队的啊，跳河队的，那就练一次就行了。有书法家给写匾，叫什么呀？水性杨花，没听说过，有这词儿吗？除了他，就是你游的最好。我也练过，关键你游的快呀。对呀，太快了。怎么快？裤衩都追不上。那就是没穿，知道吗？穿了，怎么见得呀、啊？人在前面游啊，后边两根线跟着。哎嗨，还是丁字裤是吗？还两根线跟着，你瞧，很厉害呀！啊，有点功夫就得锻炼啊，没点时间晒晒太阳，那叫日光浴也得锻炼。那是，初三初四天津演出啊，住了天津酒店里边。嗯，我起得晚，嗯，中午才起床的。哦，于老师，上午八点准时起床。我有习惯，阳光明媚啊，晒太阳好啊。奔酒店顶层最高25层，嗯，于老站在这儿，啊，8点来钟的阳光多好，真好，晒晒晒吧。皮帽子摘了，天冷，
耳朵帽，这也太全了，口罩，墨镜，隐形眼镜，嗨，我再掉下去一会儿，大衣脱，围巾，风大，我是真爱晒太阳。有那么长的围巾吗？八九点钟了呗，啊，太好，这太阳真好，完美。这会儿九点来钟正合适，啊，完了，换这首，还没完呢。好，长脖鹿带那个，这是。哎呀，哎呦，我得快点了。怎么呢？太阳快落山了。哎呀，摘围脖摘一天，我这。西装，嗯，马甲，还三件套一样不落。对，领带啊，衬衣，呵哈。哎哎，你先等一会儿，你少来这套啊！这我懂啊，我也说清楚了这事儿，这干嘛呢？这什么？背带裤。背带裤，你们以为是贝贝家了吧？嗨，不要这么窝窝戳戳啊！大皮靴子，骑马来的，我是。啊，背带裤，哎，怎么看怎么不像背带裤，差点忘了。秋裤，三保暖，还穿两层，毛裤。毛裤穿秋裤里头啊，钉子裤，哎呵，没，我老不换了是怎么？别玩儿，还翻绳呢？看，我这学谁跟你玩这呢？哎，这算一球。不像话。少来这套，这我懂啊！这袜子要这么脱，刚才那就不是背带裤，知道吗？周身上下一丝不挂，就全脱了就完了。哎呀，太好了啊！晒太阳，晒呗。嗯，有人吗？班长啊，你打算叫俩人了是怎么着？一丝不挂，光屁股一躺，四仰八叉，不为晒吗？两分钟，楼梯上脚步声音，谁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啊！于老一瞧来人了啊，赶紧转身趴在那儿。哦，趴着，拖着下巴磕，那怎么趴着也算挡上点来了，服务生，嗯，于，哎呦嚯，哟，于老师，您这个，您着吗？啊，日光浴，对了，晒太阳，没错，您晒太阳我们不管啊，你挡着我们天窗了啊，嚯，我拎着他吧，还有啊，我拿不了这么些个，我帮你，也不合适，你摁这个。这个每次演出我都弄得跟进货似的，无以为报。嗯，你们老这样不合适。哦，因为你们这场你买了，下一场你要不买就您还有够没有了。不是，我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出发，每次都买，您偶尔有一场不买多丢人呢、啊、是吧、啊，你要脸不要脸？再一个，你买了也未必我准爱吃，是不是？哦、你就不如把钱给我、啊，这还在折现的呢。就省点盐，没多少，是个心意，嗯、是吧？是什么叫心意？今天我特别开心哦。今天是五月五，嗯，端午节啊，端你节呀？端谁？端午节啊、哦？端你？端我干嘛呀？端午，端午节，对，端午节，嗯，吃粽子，饮雄黄，这是令儿，纪念屈原，是楚国大夫屈原，哎，身投汨罗江死的，是啊，我们应该永远怀念屈原，怎么呢？因为要没有他投江的话，嗯、我们怎么能有这三天假期呢？哎，这，哈哈，这个代价大点儿了，嗯。嗯，我觉得应该再多放几天假。哎，那得死多少人呢？啊，你瞎说啊、嗯！大伙儿都认识我们。嗯，郭德纲、于谦，是我得感谢现场的朋友们。哦，这好几千人啊。嗯，
拿钱买票。是，你说你们真是有钱，真的。这叫什么话？不是，你们不光有钱，你们还会活着。哎，会生活。你甭管是几百块钱买张票吧，嗯，这一晚上哈哈一乐，心里痛快，哎，图个乐。这300、500、800，甭管多少钱，嗯，你就搭500。是，这500块钱在家里边摆在桌子上，嗯，你看着，你乐不了。看着钱谁乐呀？你看着他，你要乐出来，你那个病500治不好。哎，是吧？改神经了，你想不疯了吗？那不是，就是，而且来了之后呢，嗯，就敞开的乐，哎，你只要多乐，你这钱就算回来了，哦，这就值了。你要不乐，我也不退，是吧？对，可不是不退吗？所以我劝你们，该乐就乐，哎，人最难得的就是快乐。哦，啊，挺好，嗯，这两天我就很快乐。你，我们家粽子的海洋，什么？都是粽子。哦，是朋友送的。朋友送的，嗯，还有朋友托我送给别人的，您都留下了。嗯，咱们也吃不了这么些。对对，你也吃不了这么些。我可以冻起来。哎，对，就你们家有冰柜是吗？明年我再送人也是好。明年再送。粽子是传统食品啊。是啊，北方人江米小枣，嗯，豆沙莲蓉。哦，有栗子的，红小豆的，啊，什么馅儿都有。南方人吃呢，有火腿的，哦，有咸肉的，是上海那个鸭蛋黄的，对对对，风味不一样。嗯，人说四川还有那个，嗯，麻辣口的粽子，麻辣的粽子没吃过，我都没听说过。当然允许，啊，这风味不同，饮食习惯嘛，是吧？是是，四川人好吃个辣，对。炒鱼香肉丝，夸一包，包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的粽子，嚯，哦！听说他们有研究，嗯，毛血旺馅儿，那就别包了，那就直接吃多好，得这么大个儿，哎，对，那盘儿就不小，江米弄开了，里边是一盆儿，连盆儿都包进去，毛血旺馅儿的，嘿。我在家我也想包粽子，你也会这个？会包，但是这馅儿想不起来弄什么的。你想想，韭菜鸡蛋的，你看这我会吃的。对，口够重的，您这。啊，韭菜鸡蛋的是吧？嗯，腰子馅儿的，您比他口重。猪大肠馅儿的，哎呀，皮皮虾馅儿的，哦，盐馅儿的，盐馅儿。多齁的疼啊！外号叫咸江米。哎呀，还咸江米，想不起来吃什么馅儿，米都泡好了，粽子叶都泡得，这吃什么馅儿的？还想呢。一抬头，嗯，挂着于谦的照片，跟我有什么关系？来个猪头肉的，看我想起猪头肉来了。你瞧，很亲切，没听说过，就是油大了点。显着肥挺好啊。五月节吃粽子，对，八月节吃月饼，是，正月十五吃元宵，这都是讲究，挺好。嗯，老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就讲究吃，谁也离不开吃。哦，小孩一落生，嗯，这妈把孩子抱在怀里，是多长的孩子这是啊，这太小了，哪儿拴来的，是怎么着？没抱过孩子啊？干嘛排位是怎么着？不是抱孩子吗？啊，这，你要没抱过就别比划，你这玩意儿。我没抱过哈。啊，抱孩子吧，抱着吧。啊，小孩一老生抱在怀里边，是，他就会吃奶。啊，那当然，这是天性。谁教他了？没有，他就知道吃奶。是，你见过哪个孩子一抱怀里吹？没有，没有，嗯，民以食为天，生下来就会，其实很正常，嗯，都说民以食为天，嗯，哪来这么句话？嗯，不知您哪一位研究过《周易》？这《周易》里边有吗？八卦里边就写着了，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哦，《周易》，嗯，八卦，明八卦，
前坎艮震巽离坤兑，这是明八卦，暗八卦。嗯，修生伤度，景死惊开。没错，啊，吃饭得用筷子，筷子，筷子是两根儿，对，两就是二的意思。嗯啊，不要诱导。您又想起什么来？我说的是一二三四的那个二，谁也没说别的。嗯，准备照相是怎么的？别往我这儿。这个两，这个二，嗯，在八卦里边，嗯，属于对卦。怎么叫对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哦，这个兑属于对卦。嗯嗯，啊，是口的意思，是嘴。哦，两根儿。嗯啊，直长型的，长的。啊，我跟你们聊不到一块儿去，谁也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还没吃呢就惦记出去，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是吧？直的，长形的，嗯，两根筷子，嗯，两根筷子在八卦里边属于是巽卦，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巽，哦，属于巽卦，是为入的意思，嗯，往嘴里搁，哦。筷子一头方一头圆，嗯，天圆地方，嚯，圆的这头往嘴里搁，嗯，啊，这就叫民以食为天，是两根筷子在手里拿着，一根主动，一根从动，哦，这还分呢？对，有一根是动的，那根是帮着的，是是，主动从动，主动的为阳，从动的为阴，还分阴阳，此为两仪之象。哦，手拿着筷子，拇指、食指在上，嗯，无名指、小指在下，中指在当中，这为天地人三才之象。真讲，所以说民以食为天，最早在八卦里边就得到体现。哎，你要听别的说相声，给你讲不了这个。对，谁这么研究吃？所以说嘛，这个对属于是。哎呀！你就搅和我啊！咱们从说吧，好吧？好我一想弄什么馅儿了呢？我一抬头，哪儿说呀？我看你于谦的相片。您就从这筷子说。从筷子说。嗯，拿筷子有讲究，各位啊。嗯。打小家里边吃饭，嗯，我姥姥、我奶奶都教过我。哦，筷子有规矩。嗯，包括这夹东西、夹菜，嗯，好些个忌讳。哦，敲盘敲碗不行。哎，这骂厨子了。第一是骂厨子，第二有人据说过去要饭的才敲呢。哦，家里小孩吃饭不允许敲，家大人不干，此其一。嗯，第二不能够指人。哦，筷子不能指人。哎，几个人坐一块吃是指人。哦，不礼貌，这不行，不允许。啊，包括夹菜，嗯，有骑马夹，有抬轿夹，这还分那么清楚。您想这个姿势啊，嗯，从上边夸夹菜，嗯，这叫什么呀？这叫骑马，哦，打底下抄，嚯，抬轿，哎呀，不允许，嗯，包括这筷子说插在米饭里边，嚯，不行，这死人才这样的，哦，代表着香炉，哦，这是香，旧社会开刀问斩杀犯人那碗米饭，嗯，正当中插着筷子，这都是规矩，嗯啊，吃饭的喝酒啊，这。都好些个条条框框，过去来说这就是规矩嘛。啊，包括喝酒也是跟人敬酒是端着杯，这手端杯，这手托着底儿，对，尽量低一点碰杯，哦，在人家杯子下边，不能太低也不行啊，一拿起来咵啪地下了，哎，杯子就洒了，不合适啊，人对方没法再敬你了，就是啊，酒要少吃，是要多吃，嗯，适当喝点就得了。嗯，谦儿哥这方面做得不好啊，我好喝点，哎呀，这个人不可救药，真的，哎，至于不至于，这儿喝完了跑到酒吧还喝去，换个地方，哎，酒吧要喝啤酒我都能给你点建议。哎，什么建议呢？你听我这几句话， 你说到酒吧你能受用无穷。你说我不知您哪一位喜欢上酒吧喝啤酒去。嗯嗯，三五知己聊聊天喝点啤酒挺好，这是很好的事情。嗯啊，但如果说觉着喝着喝着啤酒你觉着脚上潮湿而且温暖，这个是，那就是膀胱控制不当。您就说尿了不是就完了吗？你这有可能是尿。干嘛有可能啊？就是尿了啊。喝着喝着酒突然觉着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吊灯，这是，那你就是仰面朝天的摔倒了。这就不叫什么建议了，这就是躺下了。如果感觉
嘴里边有烟头，这是那就是脸朝下摔了，哎，啃着地了。嗯，如果觉得地板在移动，这个那就是有人往外蹬你，哎，要给你扔出去。觉着啤酒特别的清澈，这是那是有人泼你，哎，拿水泼你那是、哦、啊。如果觉得身上哎呀很疼，这个赶紧向所有人道歉，不定谁打的你。哎，对，打完人向人道歉。酒要少吃，是要多吃。哦，啤酒你没量喝不了。是，人说白酒倒是能练。哦，于老师当年喝白酒喝不了太多，没什么量。现在喝白酒，好家伙，了不得，这都练的。也在于练。喝白酒，夏天喝。嗯，夏天才长呢。热天，哎呦，穿貂皮大衣，我撑的是怎么？貂皮大衣，配一被窝，哦，喝白酒，喝辣，吃辣椒，嗯，在太阳底下烤火，我这身体要不得了吧？我就别喝了，那就不光这么着啊，在吃上再调整，整个的自个儿酒量全上去，我就这么调整。您呀，这人哎呀，可会调整了，是吗？大补，哦，没事买那个猪腰子呀。干嘛？羊腰子买鲜的，嗯，搁在家里边白水煮，煮腰子，煮腰子。哎呀，呱啦呱啦呱啦，煮完了，整个楼道都出来了。嗯，谁炖尿呢？哎呀呵，这么骚气呀、啊，这玩意儿。煮完之后，那腰子雪白雪白的，嗯，腰子就扔了，就剩那尿了是吗？我这练尿呢，我这，哎呀。你说话都冒黑烟，嚯，倒不是黄色的啊，有上火的。哎呀，什么上火？知道吗？啊，还买那个生蚝吃，那是补的。蚝都吃，也叫牡蛎啊。啊，对，外国人最好吃生蚝，牡蛎大补。对对对，于老师买大个的、嗯，咱们吃都有烤的，有干嘛的哈？对，他那是整个生的，当当当当吃。生，我看见过，吃完了难受，吃多了。吃太多了吧？嗯，吃了四个，那不多，四个不多。嗯，肉不鲜吧？嗯，什么肉？不是，撬开壳那肉不鲜吧？嗯，还撬开壳呢？哎，嚯！我生吞下去的我这胃够好的了，我这就练出来。对对，我把胃练出来啊。后台，后台谁要说布鞋丢了，啊，都找于老师，你吃了吧？哎。当生蚝那么咽的啊，说相声都好吃啊，都好研究哦。想当初我的老恩师侯耀文先生，侯先生就好吃，对，好吃面是炸酱面，嗯，自个儿抻的小板抻条，嘿，搁上酱，嗯，搁点辣椒，哦，搁上菜码，嗯，撒上青豆，哗哗拌好了，嗯，端到厨房一过水，哎，后过水呀、啊，那前面都白费劲了，那就。咱我师傅吃东西程序是有待商榷的，哎，对，就好吃白皮儿，嗯，那就别搁姜了。就说是哪有后过水的？后台还有一个叫高峰的人，有啊，那是咱们兄弟，我师弟，嗯，高峰，哎呀，也是跟于老师一类的人。怎么叫一类？好吃啊，是啊，没事还买个水果，好吃水果，什么季节吃什么水果，一点不带含糊。那他讲究，出去问去，这苹果甜吗？嗯，甜。脆吗？脆。好吗？好。来二斤梨。哎，这是什么季节？这是知道吗？嗯，反正追着满街跑啊，是非挨打不可呀，知道吗？就为了锻炼身体。哎呀，跟吃没关系。哎呀，有的时候坐在后台，嗯，摸出一块咸菜疙瘩来，干嘛吃咸菜？吃。我说兄弟，你怎么了？嗯，没，这不为了败败火吗？吃咸菜败火，我说你疯了，吃咸菜怎么能败火、嗯、就完了多喝水吗？哎，这不是作吗？这不是，你直接喝水好不好？直接喝喝不下去。哎，对，非拿咸菜救着，就跟你直接跑跑不了，非得人打他算拉倒、哎、什么人这是？德云社净高人知道吗？哦，高峰也是过日子戏。哦，过日子戏，一般那个不该花的钱绝不花。那好，哎，但该花的钱也不花。哎，那就没花钱的地方。他请客永远是早点，吃早点，早点便宜啊。哦，要自个儿吃早点能吃哭了。怎么？拿油饼咬两口，眼泪下来了。怎么？这得多顿吃饱了，饭量也大点啊。就好这个、嗯，有时没事跟家也吃面。
哦，我净碰你们住的街坊，是大碗面白皮儿。哦，什么叫白皮儿？嗯，老北京话，面条下锅煮，煮完捞到碗里，什么都不放，这叫白皮儿。这叫白皮儿。嗯，端着白皮儿出去，嗯，你上哪儿去，高峰？嗯，我上麦当劳要点番茄酱去。哎，这太会过了吧？这个一般人琢磨出这道来吗？真是啊，麦当劳没上他们家要面来。啊火，就高人，对，都碰一块儿了。这都高人，有时候自个儿连白皮儿都不煮，那怎么吃？高老板蹭饭去，上哪儿？上他楼上侯震他们家。哦，他们住街坊。侯震大伙儿都知道，嗯，我师弟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对，啊，侯震他们楼上楼下，早先侯也不住他那儿，哦，后来搬那儿去，把高峰乐坏了。是，哎呀，侯震搬楼上了，嘿，高峰家里面连煤气炉都卖了，哎，就不打算起火了是吗？他就没问侯震，嗯，侯震是常年啊上肯德基要酱的主，老哪儿都有酱，反正两大快餐算德云社下属企业，哎，对，那改食堂了，到点了一吃饭了啊，这高峰上楼了，哦，找侯爷串门去了。就吃饭去了。侯爷本来正吃着呢，一听敲门，把东西都搁铺底下。什么人？搁好了，自个儿坐着弄牙签儿。啊，假装吃饱了，其实还没吃呢。嗯，剔牙。高峰进来，聊会儿天吧。嗯，这房子装的不错，挺好。是啊，看看我这卧室。嗯，这我的书房。嘿，侯震的书房，我给写的匾。哦，仨大字儿叫“鸡贼轩”。哎，您还很了解他，我太熟悉他了。啊，俩人聊天吧。是。打上午11点聊到下午4点半，嚯，侯震都昏过去了。哎呀，低血糖啊，昏过去了。侯震糖尿病，哦，吃饭之前打了一针胰岛素。哎呀，打完了准备吃，他来了，这不都搁铺底了吗？这不要了命了吗？这侯也昏那儿了，躺那儿了。高峰眼泪都下来了。是，到底有吃的没有啊？对呀，还吃啊？他不知道铺底有饭菜。哦。昨儿翻腾吧，都找了。嗯，昨天剩的菜在哪儿了？还找剩的？整个冰箱、厨房都找没有。是啊。最后在洗衣机里看见了。嚯、哦！都藏那儿了。嗯。头天剩的土豆。嗯。炒的扁豆。呵。米饭，高峰乐了，都端出来了。啊！打开火，倒里边，咔咔咔。盆儿。打死剩饭。哦。北京管这叫烫饭。也好吃。剩菜剩饭，咵咵咵弄完了。嗯。有一盆儿，倒盆里，端着盆拿着，咔咔咔咔咔。哎。饿疯了，他这吃着，侯震苏醒过来了啊，瞧见了，好吃吗？嗯、哎，好吃，香吗？嗯，香香香，快点吃啊！嗯，吃完把盆刷了，干嘛？晚上我还用它接手呢。哎呀，我翻出一尿盆来，啊，但这个尿盆嗯。也比于老师喝汤那盆干净。哎，我招你惹你了，这是因为你那是炖腰子的。哎，这本身就是尿的啊。嗯，这说相声高人多了。嗯，我们都得研究这个。是吗？爱研究点吃的。哦、说相声几乎啊都是好厨子啊，都会做饭，都会做饭，好研究这个。是啊，民以食为天嘛。嗯，甭管你是为了吃而活着，还是为了活而吃。嗯，最起码对自己要好一些。那倒是，是不是？嗯，按说要说光说吃的话啊，打、嗯、现在说说的天亮也说不完。哦，那么能说？中国这个菜系也特别的多。哦，你甭说大菜，小吃有多少种？哎，小吃可不少。那拿北京来说、嗯，北京有种小吃很奇怪。什么呀？豆汁儿。啊，对，有。外地人接受不了。是啊，过去来说，出了北京49城，嗯，北京的周边。各县郊区都喝不了，就没有了。酸吧唧儿，有股子怪味儿，就馊了那意思。能喝的、爱的都不行了。嗯，想当初梅兰芳先生啊，住在上海的时候，嗯，有个学生叫严惠珠，嚯，严菊鹏的女儿，嗯，上上海看梅先生，拿大玻璃瓶子灌豆汁儿，带到上海去送梅先生，比金子还高兴，看着高兴，真啊，喝这个、嗯，而且还说就这胶圈嗯，就这。咸菜丝儿，对对对，咸菜丝儿特别的细，嗯，拌上辣椒面哎，啊，喝这个，他这咸菜很便宜，哦，而且来说也不要钱，哦，不要钱。过去豆汁摊单有一大盘子，嗯，赏尖的咸菜，
单有这个财迷，嗯，大家拿块饼，嗯，来碗豆汁儿，哦，吃的那咸菜，哦，白吃，嚯，吃完又去了，啊，自个儿弄吧，嗯，再来点儿，我不过了，找辙呢，吃，嗯，一会儿又去，嗯，再来点儿，我不过了，嗯，啪啪啪啪吃，一会儿又去了。我不过了，掌柜就拦着的，我得过。哎，对，您别净吃了。我瞧见过，因为这还打架了呢，还打起来了啊！坐在那儿，当当当当当、嗯。哪年庙会我忘了，哦、是哪公园？北京也是，咸菜丝不要钱，过去这主好的、嗯，自个儿带着盘子。哎呦，吃，当当当吃。嗯，旁边卖豆汁的看着他，行啊，饭量不赖、嗯，跟您扫上一个人。谁？有一个叫蔡宝驴的，你认识吗？谁说便宜话？蔡宝驴哦，驴吃菜就吃饱了哦。有一蔡宝驴，你认识吗？啊、这主也不抬头，知道知道知道，他儿子卖豆汁的。哎呀，这白吃还占便宜，是得打他。俩面不干了，那是俩人打起来了。嗯，北京人爱喝豆汁，是要后台学生们也是，像罗云平他们，嗯，这都老北京的孩子。嗯，好喝这个上瘾，有两天不喝真想，可不，外地人接受不了，嗯，接受不了啊！你有这么句话吗？说是看这人是不是北京人，嗯，喝碗豆汁就能测验出来，那怎么看呢？走了街上啊，嗯、这一人，嚓，对，后脑勺来一下，呱，哎呦，踢躺下，踩着脑袋，灌碗豆汁儿，啊，站起来就骂街，这是外地的，哦，啪。一嘴巴踢躺，踩着脑袋，顿顿顿灌碗豆汁儿、嗯。起来之后一擦嘴，有胶圈吗？北京人，嘿哈，北京人也太贱了，就好喝这个，好喝也不能这么喝呀、啊。好喝这个，小吃嘛啊、嗯，还有那个是北京小吃啊，龙嘴大铜壶。对，我特别喜欢这个。哦，我老觉得他这个是个技术活，那真是技术。那壶多大呀？嗯。攥着把儿，哇，哎，准到这碗里边。那是啊，插上小勺，嗯，一掉个儿，这勺出不来，就那么稠乎，里边东西也出不来。是是，这是学问呢。嗯，这是学出来的，外行来不了这个。那是，这比例怎么掌握？嗯，哇，好，脚都烫了。哎，这碗里一点没有，没法弄。这个煎饼果子，大伙儿都喜欢吃。这个我比较熟悉。哦。我是天津人，这是天津小吃。十六岁之前一直在天津长大，嗯，天津的煎饼果子我觉得可圈可点，真好吃。那面就很好，哦、啊，绿豆面、黄豆面、嗯、小米面、白面、哦、棒子面，嚯，各种的面掺和在一起，不同的比例，嗯，不是拿水和面，哦，清水煮羊骨头，哦，把那个水再过箩，用那个汤来和，这讲究啊。再摊出来，嗯，一般天津的煎饼果子摊旁边呢，就是炸油条的，这个挨着现炸的油条卷上吃，抹上小料，嗯，辣椒啊，甜面酱啊，有撒那个羊肉沫的，哦，有最多的能到十几样小料，这么讲究，吃吃吧，这儿吃完了，嗯，到中午都不饿，解饱，油条也好，现炸的，嗯啊，天津炸油条讲究得够一尺，这么长，枣红色啊，拿起来。嗯，瞧着就痛快，够啊，吃吧，口口香脆，是啊，好吃。咱实话实说啊，嗯，现如今北京的油条业比较冷落，还油条业干嘛？北京油条炸的不是特别好，嗯啊，为什么？其实北京的小吃也很多，嗯啊，好几百种小吃，关键都没人做，对，都不干，这跟说相声道理是一样的，嗯，你东西再好，得有人出来卖。是，现在北京油条，咱实话实说，也就一拃来长，就这么大，哪枣红色啊？嗯、跟于老师那脸色差不多，哎，跟枣红差不多吗？腰子色，哎，这还没煮的，嗯，是呢，拿到手里边，当时就下来，嗯，蔫的，蔫的啊、嗯，咬一口，哎呦，咬不动，嗯、这儿只要一撒手，啪的出来呀。哎改皮掉了是怎么知道吗？拿剪子搅碎了。哎呦，搁嘴里来口水。嗯，哎呀，这是咽药呢。知道吗？没法弄。包括北京有的煎饼现在也不好吃。哦，它那白面的，
这面就差着了。白面摊完是粘的。是啊。摊完这么大张。哎呦。正当中啊搁一薄碎。这么点儿。啊薄碎这么大。嗯。然后夸夸夸夸跟叠被子似的。哎好几折。啊你看这么大一煎饼就叠完这么大。嗯、好。咬一口沾山药糖子。哎呦。咽不下去拿火筷子往下捅。哎受罪。没法弄。嗯。还有一种小吃现在见不着了。什么呀蒸耳炸。什么叫蒸耳炸呀西葫芦馅的大饺子。哦西葫芦跟羊油和了馅儿嚯加胡椒粉嗯蒸完了不卖、嗯、非得过油再把它煎出来。哦还炸一下。这名儿多好、嗯、啊蒸耳炸要炸耳煎这完了。啊炸耳蒸不行。这那完了本来挺脆一蒸就塌了。哎嗨、啊、那是不行。给一醋碟儿有蒜、嗯、有什么醋点点香油蘸着吃吧。嘿特别的香。嗯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哎我也太馋了吧这个。就说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您这还有好些个小吃、嗯、小孩们喜欢。什么呀就是跟玩具是有关的。什么吃现在见不着了比如吹糖人的。哦。糖人。这是个有模子的。对对。有不带模子拿手。哦。嗯。真好。这手艺活。我们有回在庙会上于老师瞧见吹糖人。我来怪他我是谁。啊我也要来啊。啊他要吹。我给你们啊吹一寿桃。好啊。啊你他哪会啊这是。吹吧。吹得跟腰子似的。我跟这腰子太有缘了吧我。不是啊人家吹糖人也说不行您得摁着点摁着点。嗯。吹完了寿桃吹得跟屁股似的。瞧这形。嗯。还有这个卖糖画的现在有的地儿还能见着。啊糖画这也是手艺。啊有一个锅煮着糖、嗯、旁边一块青石板嗯拿着勺啊舀着糖在什么画画嗯到最后沾上一根棍儿对拿起来嗯小孩们都喜欢庙会有这个是他有的时候他弄一画板嗯你跟那儿拨了那汁儿哦你要说哎站到凤凰上了嗯你算挣着了怎么凤凰大呀哦给的多啊糖也多尾巴也大是哗一转转一耗子屎完了哎这那不是就这么一点吗还耗子屎干嘛老师这就看你手气了啊这个得有绘画的才能。哦还得画画。你要外行你来不了这个。是吗外行也弄这个。嗯来快来上我这儿来。外行。你别看我没学过我胆儿大我敢弄啊。能画就行了。来小朋友来、嗯、转一下吧。转。哦金鱼好极了你看我的啊。金鱼。哎。嗯金鱼有耳朵吗金鱼哪来耳朵咱们来一小白兔、啊、兔子也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好嗯腿太长了啊那来个驴啊驴腿长、哎、来个驴阿凡提嗯驴有后脊梁吗这不是废话吗咱们来骆驼啊骆驼哎呀多了、啊、来糖饼吧、啊、哎这好你别画好不好中国的小吃外国也有小吃外国是什么呀比如说披萨、哦、披萨是小吃好多小姑娘爱吃披萨哈哎，时尚的披萨其实原来是中国人发明的啊啊，底下是棒子面上边是韭菜跟小虾米啊嗯披萨您说这是披萨对这是糊饼这还是老北京的小吃啊底下棒子面上面韭菜鸡蛋。我老觉得这俩差着太多。哎差远了。其实好多外国小吃是打中国走的。是吗你比如说啊咱不开玩笑啊嗯日本人吃这寿司。这个寿司是中国人发明的。是吗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嗯人们为了逃荒吃饭方便哦哎发明了寿司。哦就为了省事后来传到日本去了、哦。包括那手卷嗯紫菜包着那个是那都是赌徒们发明的。哦，赌徒净顾耍钱，没工夫吃饭了。嗯，你吃别的，弄沾一手米粒儿，拿那个紫菜包上、嗯，也能吃饭，也不耽误业务。这什么业务这是？知道吗？啊，这是中国人发明的。哦，啊，你还有这个意大利面啊？意大利讲究吃面，意大利面。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意大利面的。是吗？有讲究。哦，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知道吗？意大利有宽条的，有细条的，知道吗？您说那是意大利的意大利在哪儿呢意大利就是在这个甘肃啊这个反正是有这么个城市您说那兰州拉面那是才甘肃是意大利的 是吧啊什么一清二白三红四绿啊我觉得差不了太多反正面是好吃差不太多啊、嗯、挺好吃大伙都喜欢、哦、西餐反正法式的俄式的
美式都有，是有的咱们吃的惯，有的吃不惯。对了，你比如吃牛排，我到现在就够呛，不爱吃。你看咱们吃牛肉得炖透了，对呀、啊，人家吃鲜，怎么叫讲鲜？哎呀，几成熟？四成熟？五成熟？六成熟？对对对，讲究，夸着一刀切下，呲、啊、一脸血。哎呦嚯，那么鲜，太鲜了。哦啊，窗户外边有一瘸牛正骂街。哎呀，这牛都恨疯了啊！人家侍者都问。先生，你吃几成熟的啊？哎呵，就这模就甭问了。告诉人家我这几成熟，啊、人讲究好一成熟一成熟啊，一成熟的啊，那怎么烤啊？这玩意儿，反正饮食习惯嘛啊，人家觉着这样吃最舒服哦，其实也很正常，是吗？您倒退些年，咱们不也是茹毛饮血吗？是不是？那还倒退些年干嘛？那早了，就是人类早先那会儿原始社会，啊、嗯，你上哪儿吃熟的去？就生的呗，不就吃生的吗？嗯，一直到现在，有些个地方不是还有那个原始部落吃人肉吗？啊，有，是不是？嗯，就盼着来这个旅行团的，是吧？那地方也是旅游，他也着急啊。嚯、哦，旅游吃的他肥是，知道吗？是啊，野人嘛，是吧？嗯，野人分多少种？哦，有一种野人是不吃人，但是很臭，知道吗？臭，那专门跟那什么弄滑板的呀，这类的什么野人呢？这都我徒弟碰见的啊。哦，我们说的不做游戏啊，就是以打猎为生。这是真野人，真野人太野了。哦，也是一家三口，嗯，媳妇儿孩子带着儿子啊。你往那边比划行吗？老是儿子比划我这儿，你一家三口啊，对不对？这个丈夫，媳妇儿啊，儿子是吧？哎，这别指 啊。早晨起来，媳妇儿收拾山洞，嚯，他归置东西，还收拾山洞，啊、归置吗？嗯，听说咱们这儿要来旅行团了，嘿、啊，我带着儿子打猎去，是吧？这打猎，扛着家伙，嗯，背着弓箭，哎呦，啊，叫儿子，哎，这是这不错，叫儿子，哎还好容易从那边比划，明儿还跟我一样，你野人马上走，嗯，这俩出去啊，嗯。当当当滴当，里个里个当，里个里个当。这什么音乐这啊？配点音乐显得好听啊。用这个，走着走，哎，嗯，嘿，来人了，前面有啊。哦，大胖子，嘿，这打特别胖，孩子高兴，快点，快点，快点，我哥了，打，摘起弓箭来，射，太胖了，太胖了，这个油太大，还挺讲究，这吃的对身体不好啊。哦。胆固醇太高，甘油三酯也会高的、嗯、啊！我们健康饮食啊，还健康饮食。走，再找一游客啊，走。哦，哎，这边来了，摘下弓箭来。哦，不行，怎么太瘦？瘦也不成，太瘦塞牙。你瞧，没有影响啊。哦，不行不行，走走走，往前走。孩子哭，哎呀，饿死我了。就是，别闹别闹别闹，往前走，到前面。嚯、哦，有，哎，金发美女，嘿，在河边那儿。嗯，孩子。你快点打这个，打开这！嗯，别闹啊！怎么了？抓活的！哎、这怎么改抓活的呢？抓活的，爸爸有用，那个是啊，别闹啊！嗯、逮活的啊、嗯！哎呀，我饿！别闹！嗯，回家把你妈炖了。嗯，哎，没听说过。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嗯谢谢，哎呦，真好，他这刷碗都是拿钢丝做的啊！谢谢谢谢啊，真棒！我知道这花是献给咱们俩人的，怎么？这钢丝是给我的，嗯，然后这绿色的，这个因为说相声，我家里开了小铺，什么都有，吃喝穿戴。那天有谁开幕式送那花环，嗯，手捧花，哦，好，里边都炸鸡腿啊、嗯！哎呦，这要不知道那是。知道能不知道吗？哈、啊，他上上门，侯震他们就给吃了，哎、很开心啊！咱们去寻找这位好心人，嗯嗯，那个刚才是高峰高老师，是栾云平，啊，高栾嘛，一个是我师弟，一个是我徒弟，嗯，啊，俩人不错，咱们下去休息休息，是看不见是吧？啊，我白挡那儿了，嗯、哎，现在还看得见吗？哎，嗯，拿这个。坏人、嗯、谁呀、啊、在一块那么些年了，嗯，这人特别的好，嗯，不争名不夺利，不贪财不好色，好人嘛，真打这个玩心大，
喜欢玩。好家伙，各种动物都不放过啊！这什么话？什么叫都不放过呀？就是养那些小动物啊，啊，都养小猫、小狗，是猪啊、野鸡啊什么的，哼，他也下得去手。你就干嘛就到野鸡那儿这么咬言杂字的？替您开心呐！哎，邀请您上我那儿玩去，朋友啊，挺好的啊。嗯，但是于老师有一个小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您别客气，有什么建议您就说。真的，嗯，我觉得您再怎么好玩，您也是范围小了一些。怎么叫范围小呢？首先说从他的兴趣来讲啊啊，养动物，对，玩虫子，嗯啊，扇子，嗯，扇子，对不对？对对，文玩嘛，鸟笼子是，就这些东西，你再怎么说，嗯，它也是北京的东西。啊，就是这些北京的文化遗留下来的。天津也玩，上海也玩，但是，嗯，北京是根儿。那是，八旗子弟过去留下来的。皇上背了玩了，玩什么东西要玩到极致。嗯，玩这葫芦。嗯，这葫芦想出一什么东西？哦，做一模子。对，开出五十亩地去。啊、哦，套上模子长。嗯，这一夏天这一季收下来，可能就落仨葫芦。这是行家，值吗？值。值，这就是玩儿。对，稍微歪一点踹碎了不要，这就废了。五十亩地落仨葫芦，值、嗯，花多少钱？愿意。嗯，这叫玩儿。对，这就玩儿。出了北京没有这么玩的，出了北京少。但是啊，嗯，我老建议您应该出去走一走。我出去转啊。您不能就说老围着北京，当然是，外边也有，但是您老觉着北京是出处，啊、广阔天地应该开开眼界。哦，您说让我往远了走走，您瞧见我了吗？怎么了？我这些年，嗯，首先说您知道我是个搞文学的，啊，你就别提这文，别提搞文学的了，啊啊，这个出去才知道啊，原来就觉得就家门口好，但是往外一走才知道，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哦，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您说，比如说您在北京大兴种葫芦，啊。你想过没有？如果说你上澳大利亚去种葫芦去，那葫芦结完它就不一样。啊、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土地肥沃，啊，它的那个气候，长出来的东西跟咱们这儿不一样。哦、啊，有水土的关系。您说，您玩野鸡？大家啊，说点别的不行吗？啊、是是、啊，就是您玩那小鸡儿，对吧？啊，您玩腻了是吧？啊。你可没想到，嗯，你要上日本玩一回呢？嗯，